《念无双》是由唐嫣和刘学义领衔主演的仙侠爱情剧，剧情讲述了数万年前神魔大战神女无双受天界之托，化身人族少女进入神仆家族有狐一族的洞府，成为祭司元仲的贴身侍女，计划夺回她体内寄生已久的神之左手。但无双却看到本可用神之左手反抗的元仲被族人孤立诋毁，他为之心疼，为之可怜，决定保护元仲，帮助他解开封印，与他一起开心地度过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时光。已被族人迫害濒临堕魔的元仲借机下山解开封印，但下山途中又被无双所治愈，两个人互诉心意，情投意合，两人联手为三界众生换来了太平秩序。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